立法會主席。早晨，請各位議員繼續站立，等行政長官進入會議廳。請各位議員保持肅靜。毛孟靜議員，若果你喺度繼續叫囂，我唯有請你離開會議廳。各位議員。毛孟靜議員，你再繼續叫囂，我請你出去立法會會議廳。毛孟靜議員，我最後警告你。毛孟靜議員，請你離開會議廳。毛孟靜議員，請你離開會議廳。陳志全議員，如果你繼續叫囂的，我會請你離開會議廳。陳志全議員，我最後警告你，如果你不坐下，我會請你離開會議廳。陳志全議員，請你馬上離開會議廳。朱凱迪議員、歐樂軒議員，請你馬上停止叫囂。朱凱迪議員、歐樂軒議員，我最後警告你，如果你繼續叫囂，我請你離開會議廳。朱凱迪議員、歐樂軒議員，請你離開會議廳。行政長官向本會發表施政報告。行政長官。立法會主席、各位議員、各位市民，我今日在立法會發表我任內的第二份施政報告。一如往年，我不會宣讀整份施政報告，而是選擇和市民分享我的施政理念和重點，介紹一些具體的措施。這一份題為堅定前行、燃點希望的施政報告長達近6萬字，全面涵蓋良好管治、房屋與土地、多元經濟、培育人才、改善民生、宜居城市和與青年同行的多個領域。希望大家稍後閱讀的時候，可以更加掌握香港的現況和政府對於社會問題的回應。與此同時，這一份施政報告立足於香港特別行政區在一國兩制下的獨特優勢，結合了本屆政府自去年7月1日
就任以來的努力不懈，並承載著我帶領香港前行的堅定決心。千言萬語的目的只有一個，為香港燃點希望。我今日發表的施政報告亦都反映了我擔任行政長官以來的體會。過去一年多，我和團隊以關心、聆聽、行動的務實態度，以創新、互動、協作的原則積極施政。無論在提升香港金融中心地位的工作，例如上市條例的修訂和金融科技的應用，或者在大力推動創新及科技方面，例如建立醫療科技創新平台和人工智能及機械人科技創新平台，成績都是顯著的。這個就引證了我在競選行政長官時候的信念。我當時說，香港人很優秀，香港底子亦都很好，只要認準方向，團結一致，我們一定可以再創輝煌。我另一個體會是，世界上並沒有完美的方案，亦都難令社會達至全面的共識，但是意見分歧不應該成為政府帶領香港向前的絆腳石，更加不應該令香港停滯不前。無論是土地供應的選項，或者取消強積金對沖的方案，經過多輪的公眾諮詢，公眾席上的請你馬上停止叫囂。行政長官，無論是土地供應的選項，或者是取消強積金對沖的方案，經過多輪的公眾諮詢，是時候要議而有決，決而有行。再蹉跎歲月，受苦的是居住在擠迫和惡劣環境的家庭，特別是小朋友，以及需要更加好退休保障的基層勞工。我第三個體會是，前行是需要有夥伴的，政府越包容，夥伴就越多。我不會奢望政黨或者本會議員政治立場一致，但只要不觸碰違反一國的底線，大家應該有廣闊的合作空間。立法會年初組成跨黨派的考察團，訪問粵港澳大灣區多個內地的城市，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而政府在上一個立法年度的後期，就著大量撥款項目諮詢立法會多黨派議員，以先易後難的方式議事，亦都減少了議會劍拔弩張的局面，順利通過了有利經濟和民生的措施。我最後一個體會是，只要明確符合公眾利益的事，政府就應該快快做，大膽做。我在這份施政報告中提出，為了保障市民，特別是兒童和青少年的健康，而全面禁止電子煙，為有效扭轉目前以治療為主的醫療系統而大力推動基層醫療健康，以及為了進一步提升科研實力，以配合香港發展為國際創新科技中心而大幅增加研發資源，就是向著清晰的目標大步前行。這些作為行政長官的體會，為這份施政報告添上個人的色彩，但其實很多的內容亦都是反映立法會議員和社會各界向我提出的意見。我亦都要感謝問責團隊和各級的公務員同事盡心盡力，展現了識變求變的進取精神。我在本屆政府提出管治新風格，其中我倡議政府應該擔當促成者和推廣者的角色，獲得社會廣泛認同。各個政策局和部門在處理經濟民生事務上比過往更加積極有為，部分工作成果已經反映了在2018年施政報告和施政綱領裏面超過240項的新措施。有人會問，
政府的積極作為會否偏離了香港奉行的市場經濟？我的答案是不會。但每當個城市的競爭力好像逆水行舟，不進則退的時候，政府有責任提供政策的支援，為企業在海內外開拓商機，進行更多政府與政府的對接工作。我在本屆政府推動理財新哲學，以稅務寬減增加香港的經濟競爭力，並投放資源利民紓困，培訓人才。財政司司長在本屆政府第一份財政預算案提出很多具長遠效益的政策措施，以及預留額外3880億元，以進一步投資未來和改善公共服務。於是有人又會問，政府更進取地投放公共資源改善民生，會否偏離量入為出、謹慎理財的原則，而走上福利主義社會的路？我的答案是不會。香港擁有豐厚的財政儲備，政府有責任取諸社會、用諸社會，為未來投資、為市民解困，等到社會各階層都能夠分享經濟增長的成果。法治是香港最重要的核心價值，而司法獨立是彰顯法治的關鍵。我在這裡再次重申，任何因為不滿法庭的裁決而無理地去攻擊司法制度和司法機關、干涉獨立司法權或者出現侮辱法官的行為，均不可取，是對香港司法制度和司法精神的損害。正如終審法院首席法官馬道立在今年法律年度開啟典禮上指出，針對司法機構的批評應該是有理可據的。法庭和法官在裁決法律糾紛的時候，只會考慮案件中涉及的法律和法律爭議點，裁決無關法律的政治、經濟或者社會的議題，並不是法官的憲制職責。法治保持堅穩、備受尊重和人皆可見，是符合眾人的利益。特區政府尊重立法會制衡行政機關的功能，我因應立法會議事規則委員會的建議，除了出席一年四次的行政長官答問會外，每個月都出席一次以短問短答形式進行的行政長官質詢時間，接受議員的提問。在2017-18立法年度，我總共出席了四次行政長官答問會和7次行政長官質詢時間，一共回答了139項的質詢。答問的過程加上問責，而同議員的互動，等到我可以更加好掌握社會的脈搏，同埋迅速回應市民關注的事項。例如我在這份施政報告中提出動用大約25億元，協助市民維修舊樓升降機的優化升降機資助計劃，就是回應多位議員在本會向我提出的建議。滿足市民對住屋的需求是本屆政府面對最大的挑戰。我在這份施政報告中將房屋和土地供應獨立成章，而且是放在經濟和民生的篇章之前，就是要清楚說明土地供應不足不單止導致房屋供應短缺，同時都影響到市民的生活質素。從幼兒中心到安老設施，從基本的教育醫療服務到消閒的休憩空間和文娛康樂設施，從維持傳統行業優勢到推動新的經濟產業，無一不需要土地。簡單來說，社會的整體民生、經濟以至運輸基建發展均依靠土地資源才能夠成事，否則一切的策略和計劃只會是流為空談。去年10月，我在首份施政報告中提出本屆政府房屋政策有四個元素，包括確立政府在提供房屋方面的角色，為市民建立置業階梯，聚焦供應
和善用現有的房屋資源，改善市民的居住環境。今年6月，我公布房屋新政策的6項措施，當中最重要的是修訂資助出售房屋的定價機制，令到售價和私人房屋市價脫鈎，而改以申請人的負擔能力為基礎，並將9幅原本是私營房屋的用地改撥作公營房屋發展。這些政策措施都得到社會各界的認同。為進一步展示政府解決市民住屋問題的決心，我在今日發表的施政報告中表明，第一，我們會持之以恆地開拓土地，不會因為經濟的短期波動或者物業價格的升跌而動搖政府覓地、造地、建立土地儲備的決心。第二，政府有責任為不同收入的家庭提供適切居所，我會在任內增加公營房屋的比例，調撥更多土地作公營房屋發展。運輸及房屋局會在更新下一個長遠房屋策略的10年供應目標時反映這個政策考慮。以及第三，我們會將政府開拓的新增土地以房屋單位計算，用於興建公營房屋。修訂資助出售房屋的定價預期是會吸引大量申請。香港房屋委員會已因應新的定價政策而重新接受2018年居屋的申請，而計劃恆常化後的首個綠置居項目和由市區重建局提供的首置先導項目亦都會陸續開售。這三個項目將提供總共7426個單位。我們針對這三批資助出售房屋進行了測試，經調整定價後，加上買家可以取得高達 90% 甚至更加高的按揭成數，這些單位都是我們的目標家庭買得起、供得起的，每月的供款佔家庭總入息一般不超過 40%。 既然政府已經重建置業階梯，而且是重定資助出售房屋的定價，我們現在急需要處理的問題是地從何來。去年9月成立的土地供應專責小組肩負起與民共議、嘗試凝聚社會最大共識這個任務，各位成員全程投入，任勞任怨，實在令人敬佩。半個月前，專責小組應我的要求，和我分享了他們的初步主要觀察。當大家聚焦小組就著個別土地供應選項的觀察，吸引我注意力的是小組認為社會普遍認同土地供應是刻不容緩，要未雨綢繆和需多管齊下這三句說話。我在施政報告中就提出符合這個政策目標的幾項土地供應計劃，分別是明日大嶼、發展棕地、土地共享和活化工廈。至於各個選項的進一步分析，我會詳細考慮專責小組今年年底提交的全面建議報告。大嶼山是香港最大的島嶼，香港國際機場坐落於此，是我們通往世界各地的大門。隨著港珠澳大橋通車，香港和其他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的交通將更為便捷，大嶼山將成為通往世界和連接其他大灣區城市的雙門戶。政府提出發展大嶼山的願景，涵蓋中部水域交椅洲和喜靈洲附近合共約1700公頃的人工島。大嶼山北岸和屯門沿海地帶，包括重新規劃後的內河碼頭區和龍鼓灘等多個發展區，並配以一套全新的運輸基建網絡貫通各區，為香港經濟發展、民生改善，為市民安居樂業燃點希望。我們會以增加土地供應、運輸基建先行，推動經濟發展、提升環境實力和增加休閒設施這5項政策方針，並作出投資，
來到實現這個跨越未來二三十年，可以提供26萬到40萬住屋單位，可以供70萬到110萬人居住，其中70%是公營房屋，和34萬個就業職位的願景。明日大嶼願景涉及香港未來數十年的整體現或規劃，以及多項大型基建的推行，涉及多個政策局、政策部門和非政府機構，需要周詳的協調和大量的統籌工作。明日大嶼願景是本屆政府的重點工作，我會盡快成立直接向我負責的專責統籌辦事處，就整體方向提供督導、統籌和監察計劃的規劃和落實。這個辦事處會按需要擴展，務求讓政策和執行有效對接。但明日大嶼願景是長遠的計劃，要應對刻不容緩的房屋問題，我們會加快新界棕地研究，並做好重置現有作業的配套，以便發展房屋。我們亦都建議推出土地共享先導計劃，透過公平和具高透明度的機制，更加好利用那些不在政府發展規劃裏面的私人擁有土地，以在短中期滿足公營和私營房屋的需求。為釋公眾的疑慮，由政府和申請者共享的新增住宅樓面面積當中，不少於6至7%需用作興建以資助出售房屋為主的公營房屋。我們亦會重啟工廈活化計劃，並首次容許改裝整棟舊工廈作為過渡性房屋之用，以濟燃眉之急。此外，我們亦會協助香港房屋協會重建它的舊屋邨，邀請市建局推展公務員建屋合作社樓宇的重建工作，並支持平民屋宇公司進行大坑西邨的重建計劃，讓這些業主和居民多年來盼望並且可以增加房屋供應的項目重現生機。為了有效運用現有的公營房屋資源，房委會會在參考房協先導計劃的實施情況後加入該計劃，讓它資助出售單位業主亦都可以將未補價的單位分租給有需要的家庭，並推出一項嶄新的優惠措施，容許所有家庭成員均年滿70歲的全長者寬敞戶，在調遷去到較細的新或者經翻新的單位後，可享終身全免租金。政府亦會接納房協的建議，在其轄下的未補價資助出售房屋試行一項長者業主樓換樓先導計劃，讓年滿60歲並擁有單位業權滿10年的業主，可以在未補價的第二市場出售他原有的單位後，購買一個面積較小的單位。香港經濟發展除了需要土地之外，亦都需要有充足的人力資源配合。香港現時的失業率是 2.8%， 是20年來最低，不少行業的僱主都慨嘆請人困難。勞動力是香港發展的重要資產，要維持香港企業的競爭力和提升僱員的生產力，改善勞工福利是重中之重。我在今年施政報告推出一系列與勞工有關的政策措施，目的是建立更良好的勞資關係，並讓各階層可以分享經濟增長的成果。首先是落實取消強積金對沖這個困擾打工仔多年的問題。在慎重考慮各方的意見之後，政府決定進一步提高給僱主的支援。我們會延長政府第二層資助的年期去到25年，連同為期12年的第一層資助，整個政府資助計劃的承擔額將大幅增加到293億元。我相信這項新安排可以減低取消對沖對中小微企的影響。我們的目標是在本屆政府任期內，也就是2022年或以前，獲得立法會通過有關
的賦權法例，並在通過法例修訂後兩年實施取消對沖的安排。此外，我們會加強保障因工受傷僱員的權益，正積極研究多項可以加快因工受傷僱員的康復進度和成效的新措施。我們亦重視僱員的職業安全和健康，勞工處會通過更深入的突擊巡查，推出新的指引和設立網上平台，讓僱員可以利用流動電子裝置舉報不安全的工作環境，以便勞工處迅速跟進。政府服務承辦商的員工提供政府服務的重要人力資源，改善他們的待遇和權益有助提升服務質素。政府跨部門工作小組已完成檢討政府服務合約的非技術員工的待遇和勞工權益，建議的改善措施將適用於2019年4月1日或以後招標的相關政府服務合約。今年上半年受惠於環球經濟大致向好，本港經濟增長強勁，按年實質增長 4%， 新股集資活動勢頭良好，截至9月的集資總額是2380億港元，暫為全球第一。投資推廣署和政府統計署最新的年度調查顯示，母公司在海外或者內地的駐港公司突破8700間，其中1530間是以香港作為他們的地區總部，比去年同期上升 8.3%。 然而，環球經濟的不確定性已經顯著上升，中美貿易摩擦持續升溫，有可能波及國際的貿易、金融市場和投資的活動。我們會密切監察經濟環境的變化，以便作出迅速和適切的回應，包括為受影響企業提供支援。為此，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已經多次與商會磋商，並率先公布了一系列的支援措施。但與此同時，香港充滿發展的機遇，特區政府會秉持積極作為，加強促成者和推廣者的角色，抓緊一帶一路倡議和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帶來的機遇，為香港經濟注入新動力。我在這份施政報告中對於海運業、保險業、電影業、中醫藥業都提出了一些措施，將有利行業的發展。我們並加大推進創新及科技發展的力度，繼本年度財政預算案預留500億元之外，再投放280億元在大學研究、再工業化、公共服務應用科技和加強創科氛圍等工作。同樣值得投資或者投放資源的是教育。政府自2017-18 學年開始，按住我的教育理念和願景，動用了36億元經常開支，實行了一系列的措施。一個穩定、關懷的教與學環境正逐步形成。考慮到各專業領航的專責小組的建議和初步看法，我在施政報告中公布了進一步改善教育質素和回應教師、校長和家長訴求的具體措施，涉及額外47億元的經常開支。這些措施包括為學校提供恆常的全方位學習津貼，一次過將公營中小學教師職位全面學位化，並預留撥款改善小學的中層管理人手，強化給予學校的行政支援，加強家校合作，改善職業教育，進一步增加學生接受專上教育的機會，和資助及加強照顧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新增措施所需的額外資源超過早前已預留的34億元經常撥款這個限額，但是基於本屆政府對於提供優質教育的決心，我們不會討價還價，亦都不會削足就履。我深信這些教育新資源是不會白費的，亦都期望與教育界攜手同行，
為香港培養有質素的新一代。要建設一個仁愛共融的社會，關愛兒童、支援家庭、照顧病者和扶貧安老的工作是必不可少的。除此之外，施政報告提出了一系列加強支援少數族裔人士的措施，以及由新成立的青年發展委員會倡導的青年工作。今年財政預算案已經為這兩項工作分別預留了5億元和10億元。香港市民以公共交通出行為主，繼去年施政報告建議的免入息審查的公共交通費用補貼計劃外，我們今年再接再厲，建議豁免專營巴士使用政府隧道和道路的收費，以舒緩加票價的壓力，減輕市民公共交通開支的負擔。政府已經與西隧專營公司原則上同意由政府代繳專營巴士使用西隧的隧道費。我們與西隧專營公司的磋商亦都包括可以落實針對私家車、的士和電單車隧道收費調整，以達至三隧分流，有效地舒緩過海的交通擠塞。減少塞車對於改善路邊空氣質素亦都有幫助。為進一步減少路邊空氣污染的水平，我們會繼成功推行淘汰歐盟四期以前的柴油商業車之後，分階段在2023年年底前淘汰歐盟四期的柴油商業車，並推行其他鼓勵綠色運輸的措施。我們致力發展香港成為一個植根於中國傳統並融會多元文化的國際文化大都會。近年來，在博物館方面的發展尤其蓬勃，西九文化區將擁有兩個世界級的博物館，分別是 M 加博物館和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另外，香港藝術館剛獲得智樂樓和吳冠中後人捐贈書畫瑰寶，這兩批藝術珍品將是香港藝術館明年年底重開之後的常設展品。屆時三座風格各具特色的博物館將在維港海旁鼎足而立，成為綜合文化、藝術、旅遊的新地標。香港運動員在今年8月在印尼舉行亞洲運動會中取得驕人成績，他們多年來刻苦訓練，在比賽中表現出堅毅和不屈不撓的體育精神。我相信所有香港市民和我一樣，對運動員的優秀表現感到無比的自豪。我感謝所有運動員、教練、運動專業人員和相關機構所付出的努力。政府會繼續支持精英體育的發展，協助運動員在2020東京奧運會和未來其他國際大型運動會中爭取佳績，包括加強對於運動員在訓練、運動科學和運動醫學等方面的支援，以及積極研究提升香港體育學院的設施。過去一年多，我的管治團隊聚焦經濟，改善民生，但是我們同時堅守一國原則。面對香港社會出現的複雜情況和新矛盾，我和特區政府對任何鼓吹港獨、危害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的行為絕不容忍。我們會無畏無懼地依法應對，以維護國家和香港的利益。為防微杜漸，我們亦加強了各界對於憲法、基本法和國家安全的了解，在香港社會加強樹立一國意識。特區政府有憲制責任為基本法第23條立法，以維護國家安全。我多次公開表示，政府會審時度勢，謹慎行事，並繼續努力創造有利立法的社會環境。但是這個立場不等於我們對於違反憲法和基本法、試圖分裂國家、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視若無睹。
不等於可以用來處理若干應禁止行為的香港現行法例，只能夠避而不用。保安局局長在7月引用在上個月對不起保安局局長上個月引用社團條例採取行動，就是一個有力的說明。事件引起社會廣泛關注，亦都引發對第23條立法工作的熱烈討論。我會認真聆聽，探討如何讓香港社會可以正面地處理這個對特區的憲制要求。行政長官的工作勞心勞力，絕不輕鬆，既要保持定力，頂住壓力，又要兼顧內外，團結各界。但是市民對於美好生活的期盼，對於良好管治的追求，就是推動我不斷向前的動力。作為香港特別行政區首位女性行政長官，我有多一重的責任，就是在推動婦女發展上多下功夫。目前女性在接受高等教育上的人數比男性多，但是勞動人口參與率則遠較男性低，擔任管理階層的比例依然相對較少。我在這份施政報告提出一系列的措施，包括第一，建議將法定產假由現在的10星期增加到14個星期，讓媽媽可以有更多時間陪伴和照顧初生的嬰兒。僱主可以向政府申領發還向女性僱員支付的新增4個星期的產假薪酬，以36,822元為上限，亦都是說月入50,000元或者以下的僱員，他們的額外4個星期的產假薪酬全數由政府承擔。作為良好僱主的榜樣，政府會由即日起延長所有女性政府僱員的產假去到14個星期，所有分娩日或者預產日在今日或者之後的政府僱員均可即時受惠於這項措施。第二，我們會加強幼兒中心和社區保姆提供的幼兒照顧服務，並優化鄰里支援幼兒照顧計劃，以支援有年幼子女的婦女加入或者留在職場。第三，政府會在日後的賣地條款中加入規定，要求發展商必須提供育嬰間和哺集乳室，以鼓勵和支持母乳餵哺。政府亦都會在我們的新落成處所內提供上述的設施。第四，我們將在2019-20學年起為特定年齡組群的女學生提供免費子宮頸癌疫苗接種，以預防子宮頸癌。稍後當由本地大學進行的本地婦女乳癌風險研究完成後，政府會檢視有關預防乳癌的策略。第五，對於不幸流產的婦女，食物環境衛生署和醫院管理局已經實施多項行政措施，便利流產胎的處理。政府正研究如何整全地改善有關的安排，包括提供設施。以及第六，政府會繼續監察女性委員在法定組織和諮詢委員會的比例。目前的33%已經離開35%的目標不遠。聯同香港交易所首位女性主席查史美倫女士，我們會呼籲上市公司多委任女性出任董事局成員。主席、各位議員、各位市民，我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五屆政府就職典禮上是這樣說的，我說希望是一個社會向前的動力，而信心就是希望的基礎。在擔任行政長官這一年多以來，我出訪了接近30次，到北京拜訪中央部委和省市自治區領導會面，接待了很多訪港的國際組織和高層官員，並出席了無數的商界、學術界和專業界的聚會。我小心聆聽、細心觀察，得出的結論是香港的固有優勢有增無減，香港人依然優秀，香港的拼搏精神亦都沒有消失，香港仍然深受重視，並引來不少羨慕的眼光。
我相信我和特区政府有能力建设好香港，我相信香港的各界会用好自身的优势，抓紧“一带一路”和粤港澳大湾区的机遇，开拓经济的新增长点。我相信国家始终是香港的坚强后盾，不仅助香港抵御风浪，亦都会不断为香港发展提供新的动力。凭着相信自己、相信香港、相信国家这三个相信，我们一定会看到希望。就让我们一起坚定前行，为香港燃点希望。多谢大家。行政长官已向本会发表施政报告，当行政长官离开会议厅，本会将会继续处理余下的事情。行政长官现在离开会议厅，请各位议员站立。議員議案，許智峯議員，主席我。